大家好，欢迎关注苏卫朗读。今天分享毕淑敏的散文，你羡慕的人其实正在嫉妒你。我是从哪一天开始老的不知道，就像从夏到秋，人们只觉得天气一天一天凉了，却说不出秋天究竟是哪一天来到的。生命的立秋是从哪一个生日开始的不知道。青年的年龄上限不断提高，我有时觉得那都是上了年纪的人玩出的花样，为掩饰自己的衰老，便总说别人年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自己老了。当别人问我年龄的时候，我支支吾吾地反问一句，您看我有多大？佯装的镇定当中，希望别人说出的数字要叫我实际年龄稍小一些。倘若人家说的过小了，又暗暗怀疑那人是否在诚心奚落。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照镜子。小说中常说年轻的姑娘们最爱照镜子，其实那是不正确的。年轻人不必照镜子，世人羡慕他们的目光就是镜子。真正开始细细端详自己的容貌的是青春将逝的人们。于是我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。记得一个秋天的早晨，刚下夜班的我强打精神，带着儿子去公园。儿子在铺满卵石的小路上走着，他踩着甬路旁镶着的花砖，一蹦一跳地向前跑，将我越甩越远。走中间的平路，我大声地对他呼喊，不，妈妈，我喜欢。他头也不回地答道。我木地站住了，这句话是那样熟悉，曾几何时我也这样对自己的妈妈说过，我喜欢在不平坦的路上行走。这一切过去得多么快啊，从哪一天开始我行动的步伐开始减慢，我越来越多地抱怨起路的不平了呢？这是衰老确凿无疑的证据，岁月不可逆转，我不会再年轻了。孩子，我羡慕你。我吓了一跳，这是实实在在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，说得很缓慢，好像我的大脑变成一块电视屏幕，任何人都能读出上面的字幕。我转过身，身后是一位老年妇女，周围再没有其他人。这么说，是她羡慕我。我仔细打量着她，头发花白，衣着普通，但她有一种气质，虽说身材瘦小，却有一种令人仰视的感觉。我疑惑地看着她，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人羡慕的地方，一个工厂里刚下夜班满脸疲惫之色的女人。是的，我羡慕你的年纪，你们的年纪。她用手指轻轻点了点，将远处我儿子越来越远的身影也扩了进去。我愿意用我所获得过的一切来换你现在的年纪。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谁，不知道他曾经获得过的那一切都是些什么，但我感谢他让我看到了自己拥有的财富。我们常常过多地注视别人，而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。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，永远有比你年轻的孩子
和比你年迈的老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有一宗谁也掠夺不去的财宝。不要计较何时年轻，何时年老，只要我们生存一天，青春的财富就闪闪发光。能够遮蔽它的光芒的暗夜只有一种，那就是你自以为已经衰老。年轻的朋友，不要去羡慕别人，要记住，人们在羡慕我们。好，刚才我们分享了毕淑敏的散文，你羡慕的人其实正在嫉妒你。喜欢请点击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